on Cafe Go， 今日为大家介绍呢一度系何文田新一号嘅楼盘，我哋而家一齐睇睇啊！今日介绍嘅咧就系何文田山一号一个低层嘅私单位，实用面积就系1003尺，单位附设露台，望到出去个景观非常之开扬。单位咧系属于横厅同埋落地玻璃嘅设计，所以我哋睇到嗰个采光度系非常之高。是属于三房一套的间隔，我们现在先望一望睡房啊。景观也都是十分之开扬，你看我不需要开灯，光线都十分充足。我们现在就是望到这个主人房了，主人房的采光度也都是十分之高。摆咗三边落床，亦都系仲有足够嘅空间，而且最大嘅卖点系有一个衣帽间，摆几多衫都唔怕。而且主人浴室方面亦都系十分之阔落，仲系有窗嘅设计。而客厕亦都系保养得非常之唔错噶。厨房是设计得非常实用的，还有很多的储物空间。工人姐姐房的位置也都是非常充足，而且还是套房的设计。多谢大家看这条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就记得留言、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频道了。多谢你收看，拜拜。